私家车严重损毁，车身变形，车头挡风玻璃破裂，车尾的泵把亦都飞脱。大埔新娘潭发生交通意外，事发在星期四的凌晨十二点几，一架丰田 FT86 跑车行驶期间失控自炒，跑车撞向灯柱，并且冲上行人路口，撞到临时巴士站牌之后停低。男司机在意外之后自行离开车厢，女乘客就清醒，但是右脚被夹住，她被困在车内超过一个钟头。消防用工具剪开私家车的车身，成功将她救出。警方正在调查事件的原因。